朋友们，采下我们今天的杆子。这是我们今天买的花盆，嘿嘿。我把这头弄平，然后把这些大石子儿给它挑出来。哇，你们看，哎，整整25个花盆，嘿嘿，全部填满泥巴，把它撒点油枯，哎，长得更好，嘿嘿，这些花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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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还剩了点油枯，哎，烧不完了。你们看，我要种了么子多花，20多盆，先种了好多嘞。哎，大伯，你帮我抱一点，来，我们也给抱几盆出去，也给抱几盆出去摘了。哇哦！哦，可爱的蓝精灵，啦啦啦啦啦啦！哎，我最喜欢这一盆。你帮忙摘，来，这一株好不好看？我最喜欢这一株。嘿嘿，奶奶和大伯都来给我帮忙了，我们一起分工。我现在把这些不开花的把它划下来，然后开了花的就放上头，好看一点，让它吸收阳光。完美。Thank you.